好玩游戏啊，每天要玩。拍三，我们是技术台。发展像。赶快追，急起直追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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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嘿嘿，真好玩！阿杰，你真的好强，我可以尊称你一声成员老师吗？客气，客气，这都是你们有各位的那个啊，一直的督促，一直的凑啊。刚刚那个不能算吃鸡吧？遇到粉丝他卖光哎。赶着想要拿一还是一四的？一四可以那个二块钱的时候可以刷一下。战场作弊，亲王自尽，左上打一，狗脚无敌。还好吧，不是刚把泰斯就运气好而已。小杰发脾气，我就先在这边说双明，想看就看，不看就滚，不再在聊天室一直被先报分数，谢谢。没有，刚刚是那把那个亲王那一回让我太虎了，不是那回变那么强，人家怎么玩？我直接拿亲王的双伙伴加我那回一碰同虚，干那游戏直接结束了，那怎么玩？我原本只想拿光牙狗分的，但谁知道搞成那样。啊哈哈，矮矮了嘛，哼哼，啊哈哈，罗杰台、技术台、薛喜台、韩妹台、手语啊，哎哎啊，阿旭台现在超有料，我都看得目不转睛。看那个左下角好像摇的那个顶川哎。下一回合，阿杰清醒，明天要去跟钓鱼爽了。阿去哪里爽？请发仔，没问题，发仔呢？噔噔噔噔，淡水河，明天要去爽吗？敢不知道有没有得爽？同虚吗？剑运气有那么好吗？拿八国王这盒应该不会输，可是拿毒鱼这盒输可能就比较危险。好吧，哎呦，这把好像要吃哦！感觉好像有点做太强了，那毒涂不了，靠腰、喔。下盒直接升级，因为我们场面够强。下盒升级，然后卖二三，然后卖四四，再抓一只鱼，控一下钱。下盒升级卖二三，然后再卖四四，然后再看那两只鱼是什么。来任何一只加血或八个蝠王或二六都行。阿姐，你第一期已经在开始聊 NBA 了，你怎么看？正常，我第一期里面本来就很多球员啊，不抓一一荼毒。哎，对耶，很强耶，聊天室。没有运气不好啦，你泰山，你遇到我那没办法，我是鬼了，他基因五都死了，好惨。嗯，哦，我靠，这什么小？请你手上不要乱丢啊！又要再捡一把精华了。走喽！又一个买单。干，我一直在抬人走。干同学来了，那游戏结束了。干游戏结束了，干现在要玩什么？这把我们就玩那个吧，巨无霸部队吧 ，OK 吧？阿杰，我朋友叫高伟杰，他很想这个要重开，帮我打不完。可以帮我跟他说加油吗？我靠嘞！哈哈
靠腰，这个好像有点打不完，等一下。干，这个到底在玩什么啦？不是，这一定要改啦，这一定有问题啦，这个无限金钱太扯了啦。而且刚刚那个没刷到拿奖品券，然后一样又可以再返回手刷两次，怎么可能刷不到？没救了，没救了，这游戏已经没救了，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啊！干，这个手上的卡还可以甩一甩。不是，我只在看我那个，我怎么没有回收？我等一下再用这个再拿一次。干不行，这个好像不行啊，拿不了，这个拿不了。好玩游戏，啊，每天要玩。阿杰要干嘛？阿杰，你是不是直接放上一把的 VOD 都这么夸张？干自己是挂还不能提升呢、欸。嘿嘿，真干太白痴，这游戏有问题啦！拿重生吧，拿那个铜须换掉。不用，没差了。他那个女王没得打了啦，怎么打？这怎么打？他直接生气了，都跳掉了。闪电二连击，刘伟杰不要跑！我已经修炼回来了，可以继续加分。好玩游戏，啊，每天要玩。太傻了，我们是技术台。发展线。哟！敢爆水，我一个大肚鱼，场上一条鱼都没有，全部变金。